我嚟到佐敦道嘅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，因为里面以前咧就系一间叫做官涌戏院嘅，咁依家个样系变成咁样咧，我入去想睇睇，揾翻以前嘅戏院。我哋睇到資料咧，嗰、那個官涌戲院係由1931年至1939年嘅營業嘅。咁然後有條片係1937年，我哋睇到當時最紅嘅紅星李以蓮做一套叫做《摩登新娘》。我喺公園裏面已經行咗一個圈噶啦，一啲跡象都揾唔到間戲院嘅地方。咁所以如果你哋知道以前呢個官涌戲院喺邊個位置，正確位置咧，你講俾我哋聽，等我哋鋪出嚟，俾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係點樣嘅。嗱，依家我喺咧佐敦嘅官涌街38號，以前呢個位咧就是、一間叫民樂戲院，佢裏面咧就有1131個座位嘅，佢營業時間咧就1967年1月1號，至到1992年咧就結業啦。呢間民樂戲院咧非常之經典，如果大家有嚟呢度睇戲咧。你都知道佢哋嘅音響設備非常非常之一流，有一套戲叫做《英雄本色三：夕陽之歌》，所有人講嘅對白咧都好似彈上頸咁樣啊！喺1992年咧，就改建成咗一个商铺，然后去到2014年咧，就变咗呢一个 Austin Place。嗱，呢几个铺位就有间戏院，叫官涌戏院，喺1993年营业。就去到2011年結業噶啦，佢咧係好早期嘅迷你戲院，點解？因為佢得100多個位嘅啫，佢全部咧就播放啲成人三級片嘅，所以大家識睇戲嘅人咧都會嚟呢度噶啦。佢最有趣、最有趣嘅咧，臨到最後，佢係一張戲票全日任睇。哇！你話呢附近啲兄弟姊妹啊，冇姊妹，呢附近嘅兄弟叔伯。你話幾有娛樂呢？嗱，依家咧乜嘢資料都冇嘅，但係據聞係有間叫上海戲院。就喺 Austin 度同上海街交界，咁咪喺呢一邊啦，
定係喺呢邊咧，大家都唔知嘅，係全無資料。所以如果大佬你哋睇到，希望你哋話翻聲俾我哋聽，等我哋可以公諸於世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撳鐘仔啊！